哈利路亚，我们现在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啊，建立与神的关系很难。有些人说，好像耶稣是与耶稣这么亲密的关系很难。有些人说很难很难，但我告诉你是不难的。当你知道是不难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动力，你就知道。你跟从神是不难的，因为神会帮助你的。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你有些事情做得不好，有人对你说你要努力，要努力，要你努力了，然后人没有啊，你努力的时候，人就是说你努力不够，你做得还不够好，你尽量做好，人还是看到你做的不好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啊？但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是当你做任何遵从他的地方，神就很开心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神就欢呼啊！我们这样亲近神，神就很开心，我们也可以开心。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知道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当然我们不要犯罪，你犯罪的时候神就不喜悦，你犯罪的时候神就不喜悦。我找这个遥控，我不是说你犯罪讨神喜悦是不难，不是这样。你犯罪，你要马上处理罪，马上求神赦免，也知道罪的可怕性。在里面就说犯罪更不好，犯罪更不好，犯罪魔鬼就攻击你，魔鬼就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整个生命就破坏。很多人不知道犯罪的可怕性，他们很多烦恼，常常想着问题啊、很多困难啊。啊、人对我不好啊，我要发怒啊，我不开心啊，很多人就是整天都是想负面的东西，想负面的东西，不知道这个是罪。不，凡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，没有信心就是罪，烦恼就是罪，埋怨就是罪。他们不知道埋怨负面就会整个生命就越来越多困难，这个是罪。或者是想不好的东西，有些人整天都想啊，人不好啊，我憎恨他，我不喜欢他啊，困难啊，事情困难，都是想不好的东西。你越想不好的东西，魔鬼越攻击你，你越不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整天都是想着神的美好，而且你遵从神，神必定喜悦，你就可以开心快乐了。这个没有动，这个没有动，帮助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真心悔改，任何人一起读啊，真心悔改和悔改和离开罪，神就喜悦和赦免。有没有听过耶稣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都要为他欢喜啊？所以你悔改，你说神啊，我有罪了，求你赦免我。整个天堂就为你欢喜了。如果你离开罪，憎恨罪，神都喜欢，这样的话你亲近神，神喜欢吗？神也喜欢你做什么好的东西，遵从神的东西，神都喜欢。第二，当你真心祷告，神就祝福你了。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就藏在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耶稣应许的，你藏在耶稣里面，你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会不会不理你啊？不会，他不会放下你。
你常常爱慕神，你整个生命就祝福。那我们信靠神、爱慕神，不代表你做不做平日的工作，你需要做的你需要做，你读书的你需要读书，你做工的需要做工。例如我，我整天都很努力的预备我的讲道，整天都帮助人，整天都做我可以做的事情，我不会浪费时间的。我告诉你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我都不浪费时间，但我是很享受的。我做什么遵从神的地方，我都一边想着耶稣，哼着歌，哦哦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预备讲道也是这样，哈哈哈哈，我讲道也是这样。我们的心是爱神的话，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就藏在你的里面，他就喜悦你，你就多结果子，你整个生命就结出果子，你做什么都做得好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这样越经历圣灵越轻松，我讲到越好，人就觉得越轻松，越容易明白。哈利路亚，小孩子明白吗？你们明白吗？明白我说的吗？你祷告，你确信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耶稣我赞美你。神会不会说我不理你了？会不会啊？神会说啊，这个小孩子我很喜欢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小孩子可不可以这样想啊？你真的爱神，神就为你开路。我告诉你，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一生人都是祝福，很多各方面的祝福。我遇到很多很好的人，各方面给我的生命很大的祝福。我遇到很好的弹琴的老师，我遇到很好的唱歌的老师，所以我唱歌也是学这个，也可以教导你们的怎样有共鸣的声音。哦哦哦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共鸣的声音，不，这个共鸣的声音，这个力量也很轻松。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是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哈哈哈，他帮助我。我也看到不同人讲得很好，我就留意他们怎样做。其实我所用的方法是我没有看过别人做的，神给我这种轻松，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遵从神的地方，神都很喜悦，他就在笑。圣经里面说，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说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，他就很开心了。然后我们真心爱主的时候，神就为爱他人预备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你没有想过的恩典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家庭是怎么的家庭呢？我的家庭他们常常赌博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有做工赚钱，我赚了钱买了衣服放在家中，然后有一天我找个这个衣服没有了，不是一次，是几次，衣服没有了，去了哪里呢？他们去了卖了，去赌博。当时是可以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卖，然后去拿了钱去赌博。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，但神为我预备，给我机会去读书。我也很努力的，我读书很努力的，神给我读了一个学士学位在大学，然后在神学院我有两个硕士学位，我在曾经在神学院教导的，神给我很多读书的机会，也让我认识很多很好的人，这个是恩典。哎呀，我的太太，如果你爱神的话，神可以给你很好的婚姻。这个是我的太太跟我一起拍的照片啊，这个是她不但是美貌，她是很有智慧，
很有爱心，对我极度的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关心我的，非常关心我的。有蚊子叮了我，然后他会问我，过一天他会问我，这个蚊子叮的地方怎么样啊？他会记得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这个就是他对我的爱心，他是神为我预备的，是非常美好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爱神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有些神没有安排你结婚，不一定要结婚才快乐的。刚才祷告快乐吗？你也可以快乐的。但你说我没有钱了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神可以为你开路。我曾经很困难的情况，我也经历过很困难的情况，然后神为我预备工作，很困难的情况神也可以为你预备的。好了，你爱主，神就为你预备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你没有想过的恩典就会赐给你。然后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。耶稣不是说你要做很大的事情才不能不得赏赐，一杯凉水容易吗？容易。这是做最容易的事情，做遵从神的地方，你帮助人，你在这里见到很多朋友，你就对他们好，关心他们，也可以与他们一起祷告，神就喜悦你的。你对任何的人在这里帮助他们，你去到外面也帮助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也传福音，神就喜悦你。耶稣不是说你要带领人信主我才赏赐你，他说一杯凉水，所以你有机会就坐在人身上，神就喜悦。我整天都祝福人，神就喜悦。你也可以的，你可以有神的能力，但这个需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呢？用时间去祷告，要有神的同在才有祝福，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力量。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是神给我们力量的，神给我们聪明智慧。我弹琴的时候，有些弹琴的老师，他们学弹琴很长的时间，他们是学过弹琴教学生的。他看到我弹琴，他说你怎样弹的呢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弹出来。然后我就要慢慢弹，看我是怎么弹的。神是教导我的，就是我说你爱神的话，神就为你预备想也想不到的恩典。你想不想神祝福你啊？你整个生命都可以祝福，而且是不难的。你不停地坐在人身上，神就祝福你。你不停地祝福人，神就祝福你。这里说什么呢？你真心悔改离开罪。如果你发觉现在你有些时候烦恼啊，有怒气啊，有憎恨人啊，轻看人啊，有误会的意念啊，如果你的里面有想啊，想着女孩子啊，想着男孩子啊，想着里面不好的东西啊，你就求神赦免你，洁净你的内心。里面想偷东西啊，想骂人啊，你就求神赦免你。你就说我不要偷东西，因为我偷了东西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你偷的东西很少，但神将你很大的恩典都拿走。当你祝福人的时候，你虽然祝福很少，但神将很大的恩典给你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偷了很少，你跟我说，你偷了很少的东西。你偷了很少的东西。魔鬼就将你很大的福气拿走。魔鬼就将你很大的福气拿走。然后，你做小事好事在人身上，你做小的好事在人身上，你做小的好事在人身上。神就将很大的福气降在你身上。是不是很好啊？犯罪就失去很大的恩典，但遵从神
啊，跟我说再说哈，犯罪就失去很大的恩典。犯罪就失去很大的恩典。我爱神，遵从神，我爱神，就得到很大的恩典，就得到很大，是不难的，是不难的。我们悔改离开罪，神就喜悦；真心祷告，神就喜悦。什么是真心呢？有些人祷告是这样的，啊，祷告又看人了，又谈话，又推一推旁边的人了。这样祷告是不是真心呢？不是，他是一边做很多事情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想着耶稣，耶稣你真好啊，耶稣你真好、啊、你就好像我这样，喜乐就涌出来了，神就同在就临到我身上，然后你真心爱主，神就为你预备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，然后你遵从神，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，然后你带领人信主更大的赏赐，你帮助人爱主更大的赏赐，是不是很好啊？非常好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、啊、又没有反应、啊、好的，这个是我刚才说的经文，一个罪人一起读、啊、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，就是一个罪人悔改，都天上都为你欢喜了，所以你决定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，整个天堂就为你欢喜了。然后藏在耶稣里面的，藏在 我里面的，耶稣也藏在他的里面，这样就多结果子，他就改变你的生命，你整个生命就会改变。但如果不藏在耶稣里面的，就像自己掉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所以我不是说你犯罪也容易讨神的喜悦，不是，犯罪你就悔改，要你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你继续犯罪的话就不能讨神的喜悦的，继续犯罪必定要悔改。如果你常常做不好的事情，骂人啊，发怒啊，你需要悔改，神就改变你，祝福你。好了，这里这个经文很特别的，马太十章四十一节，一起读啊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这是你遇到先知，一个伟大的侍奉神的人，你不是这个先知，他是先知，你不是先知，你说我做不到先知的工作，你就接待他，对他好，然后你得到什么？得到他的赏赐啊。所以你对我好，你得到我的赏赐啊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难不难啊？你不是这个先知，你不是这个牧师，但你对他好，你帮助他，你就得到他的什么？他的赏赐。然后你找不到这个先知，你找到一个义人，一个基督徒，然后你接待这个义人，就得到什么？义人的赏赐。所以你想得到人啊，别人的这么大的祝福，你就对他好，善待人。然后你也找不到义人，你只找到一个小子，将杯凉水给一个小子，你也不能做大事，就是一杯凉水。耶稣就说什么？就是做最少的事，在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都不能不得赏赐，是不是很简单呢、啊、当然你不要停止在一杯凉水了，你不要停止在一个小子了，你要继续祝福更多人，是不是？然后这里解释到底坐在什么人身上了，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，一起读哈。凡因你们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是将水给谁啊？给谁啊？这个经文说给谁啊？给属基督，属基督的人。属基督的人是什么人啊？基督徒。就是说主要坐在基督徒身上，
当然我们也可以坐在非基督徒身上带领他们信主，但不是但是做普通的善事。有些人就只是做普通的善事，对普通人做善事，但没有传福音，这个没有，神不会纪念。但你做了善事然后传福音，神就纪念。主要是坐在基督徒身上，也坐在非基督徒身上，然后最小的事情也不能不得赏赐。你想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而且这个赏赐是今生和 来生的，不但是将来的，是现在。怎样赏赐你的？你整天有平安喜乐，神祝福你的道路，神祝福你的家庭，赐给你平安喜乐，赐给你圣灵的能力，非常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尽量做善事在别人的身上，也求神给你机会做更大的事情。什么是做更大的事情呢？我告诉你，首先你能够帮助你的朋友更爱主吗？难不难啊？不难。你帮了一个朋友，能不能够帮两个朋友了？能够了。帮了两个朋友，能不能够帮助五个朋友了？那你就越帮越多人了，是不是？你帮助更多人了。第一，就是你学习怎样，好像我这样的教导，我这样的教导，教人觉得很容易。你做什么小事，在基督徒身上属基督的，你要将这个经文放在记忆里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，坐在属基督人身上，你就不能不得赏赐。你就告诉他，你尊重神，神就喜悦你了；你悔改，神就喜悦你了。他就开始悔改，他也开始爱主，亲近神，也开始做好事，神就喜悦他，你就建立这个人的灵命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你将我今天所讲的告诉人，你做什么好事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你就去做，神就喜悦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人改变了，他整天都祝福人，整天都帮助人，你就帮助了一个人爱主，你帮助这个人爱主，神就喜悦你。首先你帮自己更爱主，你今天会不会开始更爱主啊？我希望你都会更爱主。你更爱主的话，神就喜悦你，神就祝福你。我想问你，你爱主神看到吗？神看到，他的眼睛查看全地，全地查看人的内心，心肠肺腑，神都看到，没有事情是隐藏的。然后你有罪，神看到吗？神也看到。所以有罪就悔改，然后你尊重神，神就看到了。好的，所以希望你帮助一个人，就帮助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然后慢慢你帮，但不但去帮助你的朋友，你将来帮助更多人，好像我今天这样帮助一群人爱主，你的生命就提升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讲第二个主题，就是说什么动力，怎样有动力去一起读啊，信靠、亲近、爱、遵从和侍奉神的动力。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有动力整天祷告，我告诉你我可以很长的时间祷告的。为什么我有这个动力？为什么我可以在家中享福而不出外面宣教？我可以在家中每天享福，不做其他事情都可以的，但为什么我有动力去做了？我就告诉你这四点，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啊。第一，要明白神是所有福气的来源。一起读啊，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
丰富阵容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都出于你。这个是大卫，他神给他这个亲近神赞美神的恩典恩赐。他也做很多大事，他胜过这个巨人哥利亚他为神做很大的事情，成为神所喜悦的王。因为神知道他的心，神是所有能力的来源，在你里面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都出于你。他知道你的心，他知道你爱主是有多少。刚才祷告的时候，到底你爱主的心有多大？有些人是这样的，看东看西，望来望去，爱主的心不大，没有耐心。但你看我这个过程，整个过程我都爱慕神，我全是尽力的爱神。因为我知道神是所有能力正大强盛都在他的手中，所有你需要的都在他手中，他会帮助你，将来你的生命会提升到极高的程度。我告诉你，我在1998年经历圣灵充满，就是这个布道家为我安守，经历很大的能力，然后有神很大的爱，我就非常的感激神，我就很多时间祷告，然后用很多时间帮助人，然后去宣教，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也处理生命，神就不同方面带领我，我尽力去做。当我尽力去做的时候，我也知道神去掌管一切。我尽力去做的时候，神就祝福我所有所做的，因为所有能力在他身上。然后与我同时经历圣灵的人，有一群我的教友，我带他们去这个聚会，一起领受。但这些人领受了，很多很快就忘记了，很快就忘记，没有多亲近神，没有多尊重神，没有多侍奉神，他们的生命就不会提升。但我首先相信神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万物在他手中，你教育的事情都在他手中，他能够凡事祝福你，你相信吗？我希望你相信，唯有神能够祝福你，不是靠金钱，金钱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，是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。当然有金钱，我们也有神，我们也处理生命，必定要处理生命，全面性的遵从神，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。你想不想读书很好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去外国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是读英文的，进入神学院我们就要考试的。我去考试的时候，他们这些同学都是本身讲英语的人，我们一起考英语。然后这个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在所有进来读神学的人，考英语最好的是谁呢？是你啊，你是中国人，你的本身的语言不是英语，但我放努力在学英语，他就说你的成绩是最好的那一个。就是我说神能够将恩典能力，你想读书更好吗？将来做工更好吗？也建立你的婚姻，让你的婚姻是蒙福的，将来你的家庭是蒙福的。当你尊重神，神就给你智慧聪明。哈利路亚。首先我们明白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，你不能逃脱神的眼目，你不能逃脱神看到你的里面，你的里面是不好，他不会这样大的祝福赐给你，他也不能因为你有罪就拦阻神的祝福的。好了，这四点很简单，这个就是动力，四个要点，一起读红色的部分。神充满爱和大能，第二，神极爱我们，第三，爱亲近尊崇侍奉神，
必蒙福。然后第四，犯罪不遵从神必有破坏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有动力继续去侍奉？我也求神给我健康，服侍到100岁，或者是更长的年龄。求神给我力量，给我健康。我不知道能够侍奉到什么年纪，但我说我愿意侍奉到更大的年纪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神给我很多教导，帮助人很轻松的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容易讨神的喜悦，处理生命遵从神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首先神是充满爱和大能的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历代志上29:12，一起读啊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，都出于你，是你使人能够成为强大强盛的，有能力的是你。第二，神看重我们每一个，爱我们每一个，一起读啊，西方书3:17，他在你中间必以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有些人以为神是这样的，以为神在天堂，你不好。有些人以为神是这样的，这你看神是不是这样啊？神是怎么样啊？必因你欢欣喜乐，尤其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在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就很开心了，而且默然的爱你，默然的祝福你，不停的祝福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我想问你，有没有人见到你就欢呼啊？哇！有没有人见到你就很开心就欢呼啊？没有。啊，你说有啊？是朋友还是神呢？亲人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很好，你是有福的。但我问你，有多少人见到你就欢呼了？几个？5个。那你是有福的，很多人没有了。但这个开心还不如神的开心，你就明白神是很，他的开心好像小孩子的。神的智慧是至高的，他创造所有都是至高，他创造我们的脑袋是不是很奇妙啊？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很奇妙，你的眼睛是不是很奇妙啊？非常的奇妙，每一部分都很奇妙。神是充满智慧，但他好像小孩子，当你爱主，他就欢欣喜乐，喜乐而欢呼，哈哈哈哈，他就很开心。这个经文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。有些人以为神是，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是很容易讨神的喜悦的，神是很容易开心的，是不是好啊？我们有这个神好不好啊？好。你有没有看到庙宇里面的他们的偶像是不是在笑啊？没有。就是很怒气的，哈，他们哈，你说怒笑是不是？有笑的，但他们不是真的喜乐的，他们也不是令人喜乐，但神是令人喜乐的，所以他很爱你。不要说，啊，耶牧师很好，但我不如他，我不能好像他。我告诉你。你从今天开始学习我的教导，常常亲近神，遵从神的吩咐，你的一生就会蒙福，你可以将来成为更伟大的人，帮助更多人。你可以帮助更多人，你想吗？所以神很看重你的，请你对自己说，神很看重我的，神很爱我的，神因我欢欣喜乐，默然爱我，且因我喜乐而欢呼，我也因神而欢呼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谢神啊！好了，然后第三点，爱、亲近、遵从、侍奉神，必蒙福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有些经文了，讨神喜悦是不难的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希望你放在记忆里一起读哈。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这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，都会临到你身上。你爱神的话，你就开始进入不同的祝福。我想问你，这里有多少人你爱主，你爱主不但是信耶稣，你爱主之后你经历更多的祝福了。祝福不一定是财富，可以在各方面有平安喜乐，有力量能够帮助人啊，满足啊，各方面的。有谁有经历神的祝福的请你举手。当你跟从神的时候，爱神的时候，有经历神的祝福，感谢神。我希望我们更多人都经历神的祝福。我告诉你，有些学生你读书更好，是不是祝福啊？是祝福。所以你要说感谢神，神现在帮助我读书更有动力，这个也是祝福。好了，第四，犯罪不遵从神必有破坏性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，希望你放在记忆里啊，不要一起读啊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个三十八年病患的人医好了，耶稣对他说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有些人以为是这样的啊，我犯了罪求神赦免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真心悔改，神真的会赦免你，但你还有罪的后果。我用一个比喻，你骂人然后你求神赦免，你有请他饶恕你，但你骂过人之后，他在心中有没有一个你骂他的印象在里面呢？如果你骂他十次一百次，他能够洗掉这个印象吗？很难的，因为他记得你发怒的时候，你骂他的时候用的言语，你的表情就会记录在他的记忆里。他与你的关系会不会受影响啊？会的。所以犯罪虽然你求神赦免，神会赦免，但你与人的关系就有影响，与神的关系也有影响，因为神知道你不是全心爱他的，你自己的内心也没有平安，也没有神很大的祝福，很大的能力。你想有很大的能力，你需要多祷告，离开罪，完全的遵从神就蒙福。所以这四点很简单，我再说，我们再读一次啊，神充满爱和大能，因为他所有的恩典都在他手中，他充满爱，他很爱我们，他也有能力祝福你的生命。第二，神极爱我们，很爱你，很看重你，你是很宝贵的。你告诉旁边人，神很爱你，神很爱你，你叫一叫他，神很爱你，神看重你，你是很宝贵的。然后第三点一起读啊，爱、亲近、遵从、侍奉神必蒙福。为什么必蒙福呢？因为耶稣说预备粮水也不能不得赏赐，所以你帮助人的灵命能不能够得到赏赐啊？能够。神的赏赐是不是好像学校，有些小学校有什么赏赐呢？你读书很好啊，给你一支笔了，这个是你的礼物。有些小学校，学校是不是这样 你读书很好，一支笔。你上天堂的小神是不是说啊，你做得很好，好了，我给你一支笔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小的礼物啊？不是，他的礼物远超过你所做的事情。你帮助人，神给你的祝福是今生来生，是很大的恩典。你会发觉越来越多祝福。你听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将来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会说，要不是啊，我听了你的话去爱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很多的恩典临到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们都是明白这一点。然后有些人听了这些话没有反应，继续犯罪，
不遵从神，懒惰，放弃生命，没有动力，后果是什么啊？遭遇的更加厉害，后果必定更不好，是不是？圣经很清楚地说了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。你要不要败坏啊？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而且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至二十一节讲到不同的误会、邪荡、淫恋这些各方面的罪，然后说什么呢？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继续犯罪不悔改的人可以不能进天堂。有些人在教堂里面，他们是表面的去教堂，但里面没有心，讲到了就马上睡觉，讲到了马上睡觉，对神的道没有兴趣，完全与神没有关系，没有悔改，有一天可以去不能得救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点能够放在记忆里吗？能不能够说出来？不看这个荧幕，就是神是充满爱和能力的，然后神极爱我们，然后我们信靠、去爱、信心、遵从、侍奉神，并蒙福，做神吩咐的必定蒙福。然后犯罪、不遵从神，必有破坏性。那你要走哪一条路呢？两条路。第一条是蒙福的路，第二条路是破坏性的路。你有没有发觉有些基督徒家庭常常吵架，不开心，常常烦恼？你看一看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虽然有些时候说祷告，但没有爱人，是不是？没有关心人，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好的？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家庭常常吵架，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好的？不是好的。但有些基督徒你看到他整个生命都是美好的，整个生命都蒙福的，你要走这条路吗？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将来长大都是这样。但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在这个过程跌倒，有些人侍奉神，第一，有些人没有力量，因为小亲近神，没有从神的力量，所以他们侍奉神的时候没有果效，也很烦恼，很有压力。如果你生命有压力，有些人说我的压力很大，因为我的儿女不好，就很烦躁。但我告诉你，儿女不好，方法是不是烦躁啊？方法是什么呢？倚靠神有平安喜乐，看重你的儿女，就说你是很宝贵的，我看重你，你遵从神，神就喜悦你，读书我神就喜悦，我也开心啊。你想不想神开心就祝福你啊？你常常告诉他你是很宝贵的，你是很宝贵的，知道吗？你是很宝贵的，你是很宝贵的，你是很宝贵的。我希望你们每个都相信你是很宝贵，你就发挥生命，你让周围人都觉得他是很宝贵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天多次的告诉我的太太，我很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跟你一起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，我都是常常这样说话，令他很舒服的，他与我一起都是舒服，我令周围人都觉得舒服的，周围人与我一起都很开心的。所希望你也是这样，你都是祝福人，你的生命就提升了。这四个动力能够放在记忆里吗？真的遵从神，神必定祝福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停止侍奉神，就是到我快要死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机会在我旁边，我快要死了，我还是会说神祝福你，我为你祷告，耶稣加力量给你，然后我就去了天堂了。到最后一分钟我还是想侍奉神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侍奉神是最好的道路，所以我整天
都多亲近神，神就给我很多教导。我告诉你，我听过很多讲道，我都没有人听到人说讨神的喜悦是不难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做的。他一杯凉水不能不得赏赐，是神说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可以很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整天是怎么样的？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神就喜悦，哈哈哈，我就开心，哈哈哈，我就帮助人啊，神就喜悦，哈利路亚。有人找我，我就帮助他啊，神很喜悦，哈利路亚，我也开心，哈哈哈。我是整天在这个状态，我未必是哈哈哈这样，但我里面是很开心的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我整天都告诉自己，圣经说的话，亲近神，神就喜悦；爱神，神就喜悦；坐在主的弟兄身上，神就喜悦。我整天在这个状态，所以我整天都喜乐。这个是喜乐的秘诀。你有看过多少喜乐的基督徒啊？是不是很多基督徒都是很多烦恼啊？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这个秘诀啊，有神的恩典，也有人的恩典，人对你好是不是恩典啊？另外有不好的东西，有没有啊？人的不好，自己的困难，我是常常看着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。我也遇到人的困难，但我遇到人的困难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处理，我处理了就不去细想，我不会整天想，哎呀这个人不好啊，哎呀我帮来帮去他也不改变啊，哎呀怎么办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不会这样的。我做了应该做，我就放手了。不好的东西不要继续去细想。我想问你，你喜欢吃垃圾吗？是不是有空你就找垃圾啊？哎呀我要吃垃圾啊，很多人去想了，整天都去吃垃圾。哎呀他对我不好啊，哎呀这个人骂我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每一个都不好啊，所有人都不好啊，世界都不好。哦，他是吃垃圾。你是不是吃垃圾啊？有没有吃垃圾啊？有没有时候常常思想不好的东西啊？有。谢谢你的承认。你就开始多思想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了。啊，神这么美好，神将圣灵赐给我，神将好的基督徒放在我周围，神给我这些好的教导，感谢天父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所讲的教导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跟我说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让我悔改，跟我说，天上就为我欢喜，我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，他就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就叫我多结果子，我爱神，神就为我预备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。我遵从神，服侍神，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，就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做最好最小的好事，也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然后爱亲近尊崇侍奉神必蒙福，一起读啊！爱亲近遵从侍奉神必蒙福，犯罪不遵从神必有破坏性。犯罪不遵从神必有破坏性。有两条路，两条路，一条是爱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、荣耀神；一条是埋怨、烦恼、懒惰、不结果子。两条路，不理会神，没有祷告，很多人是这样的。我只要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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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赚钱就平安喜乐？很多人有钱也会在家中就吵架，家庭不、很多很多、吵架不和睦，与妻子的关系不好了，
所以钱不是解决问题，神是解决问题的。所以我去 全然的常常思想神的事情，常常荣耀神，神就祝福我的生命。你想不想这样啊？选择这条路，永远有这个动力。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这四点。神是充满爱，充满能力，所以不能逃脱他的眼目，他看到我们的内心，你有什么罪他都看到。第二，他很想祝福你，他很爱你，你听他的话，遵从他，爱他必蒙福，不遵从他必有破坏性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学习专心。我告诉你，我有一次乘飞机去宣教，然后他们告诉我，这个飞机改了时间了，你要在飞机场等十个小时。但我说什么呢？不要紧，十个小时我可以亲近神。我可以十个小时，哦，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我想到耶稣，马上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的，马上。所以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很多人都经历神的能力。我想到耶稣，马上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，喜乐就进我的里面，哇，整个人就轻飘飘，好像飘在天堂里的。所以我专心祷告，我也全心的侍奉神。你想不想这样啊？你将这个教导放在记忆里。第一个教导是什么？告诉我。讨什么？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第二，爱、亲近、遵从、侍奉神必蒙福，犯罪、懒惰必有破坏性。所以你就说，我要走蒙福的路，我不要吃垃圾。另外一点，不要吃垃圾，吃好的东西，整天思想神的美好。你就说，我有这些好的教导，这些教导好吗？是不是可以叫你轻松啊？感谢神，我告诉你，这些教导就是圣灵教导我的。我其实我听到很多，我都没有听过人这样教导。讨神的喜悦是不难，我没有听过，是神赐给我的。我也没有听过这些动力这么简单。遵从神，爱神，遵从侍奉神，就必定蒙福，犯罪必有破坏性，这么简单的教导。圣经说的，不是我做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好了，我们再一次站起来，在这里，在前面，然后投入祷告，让神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。哦，你们站起来，站在这里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全心爱神，专心爱神。哈利路亚！好了好了，不要玩不要玩。好了，你们过来，你看看你投入祷告有没有分别？你投入，你将张凳攞出嚟，你可以咧企后啲咧，就冇阻住我，因为有时我弹呢边咧阻住，弹唔到。多谢你哈。啊，不如这样，你们一个老师为我拿这个麦，然后你就去为他按手，他就去为你们按手。啊，但你们站过来。